他每大概都是投资在大区块。那如果我们跟他讲说你来投资小区块哦，啊，他 A 面的那个 A。就是，下大雨哈，下了1000公里，你听到没有？那所谓1000公里，就是你那公车的，哎，花哈，啊，都1000，到处都是泄洪，到处都蓄水的时候，会减少地层下陷区的这种淹水。几率各方面都是有帮助的，所以事实上已经有电子已经都在都来了，好，这个是所谓的太。